Huh?
融合末日生存与开放世界的手游《明日之后》年度大更新《混尸人》已经正式上线。这次幸存者为了拼命，不得不做出选择，抛弃人类身份，成为半人半丧尸的混尸人。帅哥的脸孔，丧尸的力量，全新寄生能力。现在就加入《明日之后》，活下去，一起。输入代码领取夜市特工的专属礼包，都没人输入的话，我看客户不会再找我们拍了。球棒。